我叫謝曉瑩，我是一個全職的粵劇的花旦，同埋一個粵劇的編劇。我哋香港曾經受啲電影的一啲影響，我哋的戲咧喊可能會真喊出嚟。如果在京劇嚟講咧，就會分三個行當做噶啦，可能鬼門旦、青衣、武旦咁樣。但我哋唔一樣啊，我哋就一個花旦做到底。但我哋南派嘅嘢比較硬淨嚇，我哋嘅南派锣鼓比較雄壯啲，砰砰砰好勁嘅嚇。京劇就會靈活啲，會輕輕巧啲啲聲音會。咁其實就學佢哋嘅嘢，就學佢哋規範化。其實吸收各方嘅劇種有一樣好大好處，就係打破你一啲原有嘅思想，令到你咧可以突破好多以前嘅樽頸位。以前嘅師徒制咧，就係佢會一路帶住你去演出啊，俾好多機會你啊，同埋會教你好多嘢。咁現在呢個社會咧，呢樣嘢已經唔成立噶啦，因為你再係要咁樣跟住佢咧，其實冇可能。即係俾個師傅帶住你，你亦都要做第啲嘢，亦都冇可能成日跟住佢。咁所以咧，那個過程已經同以前唔同咗。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就我自己係入咗行。看有冇機會慢慢去浸入，咁要請師傅啦，要請一啲唔同嘅唱歌啊，或者係武打啊，總之係邊一方面可以幫助到你演出嘅咧，你都要求教。嗰個前奏嗰個音樂就已經係大約知道跟住出嚟嘅演員係一種乜嘢情緒當中，例如哒啲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哩哩哩哩哒。即是你已经是有感觉带引领着观众去到那个情绪。我是高润雄，我在香港的粤剧界是担任音乐部分，包括击乐和音乐拉弦乐的部分。初初就仰慕爸爸和阿叔，觉得他们打锣鼓好好听，觉得衬托这个粤剧非常之好震撼的。因为真是三代的关系，阿爷阿公、爸爸媽媽，就算叔伯都是做呢行，阿姨都是做呢行。咁所以其實由細到大咧，都是在戲班生長成長。好細個已經跟媽咪出去戲班揾爸爸啊咁樣，即係耳濡目染啦。咁就由細到大都喺度成長，所以都冇分話幾時踏足呢樣嘢。喺我自己覺得咧，我出世就已經屬於呢行。而家喺香港咧，即係譬如話中學啊、小學啊，都有好多有關粵劇嘅課程嘅。咁讀緊小學啊、讀緊中學啊等等嘅時候咧，永遠咧個個都係問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嚇，唔係全部都係老人家聽嘅啫咩？啲阿公阿婆做俾佢哋睇啊，冇乜後生仔嘅喎。咁然之後咧就係去咗呢個百和粵劇學院裏邊咧，就係盡心去學習啦。因為百和咧其實佢唔同嘅科目，我哋叫唔同嘅科目，譬如話唱科啊、身段科啊、打裏面有分可能靶子，即係用槍啊、劍啊等等啦嘅一啲科目裏面咧，就去盡心去學習。咁我覺得我哋呢一啲嘅綠葉演員咧，係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除咗係純粹揾食之外咧，其實我哋係透過呢一啲機會去了解啊，去吸收更加多老官嘅一啲技巧咯。傳承咧就係一個好艱巨嘅，比較艱巨嘅原因咩嘢咧？就成個社會制度從佢未曾發育長成之前開始練是最好的，大家都明白。但是點解我話傳承是難呢？你計計個年齡，啱啱佢哋讀緊書，咁喺學業裏面佢哋已經咁疲於奔命，幾時練功？咁你話點成全呢？見一步行一步啦，做到幾多少做幾多啦，唯有咁嘅啫喎。所以傳承是艱巨的，中國呢一種戲曲文化是非常之獨特。你找全世界舞台係冇一個咁樣。咁你看我哋嘅舞台，同外國嘅舞台比較，我哋係所有嘢都包括曬喺裏面，詩劇、歌劇、舞劇、形意劇，甚至我哋有好多時候唱嘅淨係做手，大家知道我哋做。所有嘢一勞動嘢包羅萬有，其實我哋係一個好獨特，所以對香港嚟講，其實是一個標誌。